琴日嗰個事情發生咧，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銅鑼灣有一啲警察啦，咁就扮卧底嚟拘捕我哋一啲前線嘅一啲手足啦。咁其實咧呢樣嘢咧會令到好多手足喺示威嘅時候咧，或者自己參與一啲集會嘅時候咧，會有一種驚弓之鳥嘅呢個情況出現嘅。件事我覺得是有情緒的，是啊，不過很理解個情緒是因為什麼和為什麼會產生，因為香港人都是長期受住，即這段時間都是受住警察啊的暴力啊和政府的漠視啊，那積埋積埋都很多，他們想用自己的方法解決，就引發了這些衝突咯。即正常咧，你如果係和平示威嚇，喺個容許嘅範圍啦，即係唔好騷擾到旅客啦，咁啊冇問題嘅。啊，香港係好自由嘅言論嚇，但係你如果喐手喐腳咧，出到暴力咧，無論個旅客係邊度嚟嘅，你都係錯嘅嚇，冇人支持呢啲人嘅。